透视易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禅宗说卦》。上一集咱介绍过三个易第三爻甲第四爻，今仔日咱来介绍第五爻以及第六爻。咱先来看五爻的部分。六爻福金居贞吉，不可涉大川。意思就是讲，违背以往之道的常理，坚守中正，安静不动。就会结束，不能在这个时候想要有任何的作为，如果没有会亲像水中走路同一块会有凶险，就算是在高位的人，因为违背以往之道，没办法让百姓得到幸福，但是因为要让百姓幸福的动机是正确的，所以保持在正确的道路，并且依靠在有能力的人的身躯边，这样是很好的，不能一个人去做像要穿过的河流这样冒险的行为。相处是说居贞之吉，顺以从上的意思，就是说居修正道会得到吉祥，是因为六五柔顺有听从上救这类贤者的关系，可以说无甲高位者匹配的能力，就算看起来不错，内在的能力也不够，也是会很辛苦，可以透过跟优秀的人来合作得到好的成果。六五是尊位，但是阴爻忌用位不得位，能力也不够人的用天下。六五身处君王之位，但是手中并没有真正的实权，所以只可以坚守正道，不容易有一番的大作为，并且要提醒千万唔通为着要有作为，就做迄个北山涉水这种危险的代志。六五的处境就好比当年的汉武帝同一款，汉武帝登基了后，独太后的关系更加大。汉武帝想要推行新的政策，实行儒家思想的来治国，并且用一挂支持儒家思想的大臣来开启新的政局。可是拥有实际大权的独太后，加以老庄思想，加以无为义地，汉武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，面对嚣摆的独太后，也是无可奈何，唔敢在朝中提出家己的理念。对独太后所做的一切的代志，汉武帝无任何的反对，也只有服从命令，也无反抗。在南权甲皇权极端强势的西汉时期，为什么汉武帝身为一国之君，又阁有雄心壮志，煞爱听阿嬷杜太后的话呢？这是因为自从秦始皇开创皇帝制度，甲家天下的制度了后，汉朝基本继承秦朝的制度。伫汉朝，国就是家，家就是国。为着要维持老氏皇族永世的地位，汉朝就以孝顺来治国，维持基本的礼仪制度。所以汉武帝才会顺从独太后，同时伊嘛伫咧等待时间，只有等到独太后过身，伊才有机会会当施展家己的政治抱负甲理想。最后，咱来看三个易第五爻阴爻的总结。六五阴爻忌用位，而且也是坐伫尊位，但是阴极有失正，能力不足以用天下，放下个人的私利私欲，依赖有能力的贤者，卖做冒险的代志，就会当吉祥啊。继续，咱来看第六爻要求的内容是：上救有以利己，利社大川。意思就是讲，遵循正道的生活。表面上是危险，实际上是吉祥的。辛苦孝感的意思，有利涉水渡河。像是讲有以利己，大有亲的意思，就是在讲遵循正道的生活，先艰难，最终是吉利的。这是因为善良的人最终会能得到善报。表面上的危机，实际上是吉祥的，这是因为有喜庆的代志。上救是下面四个阴爻求用的对象，但是阴爻忌阴位不得位，加上
要用下面四个音楼责任重大，所以艰难。上到一直处伫个舒适高贵的环境，即马面对消退的危险，更加看会出来救我伫危险的处境中。不过上救有绿衫的相应，会当讲有得到下面的人，或者是其他势力的支持，这对伊要度过危险的困境有真大的帮助。譬如讲，要渡河的时阵，那是顺水流的方向来行，会比较较安全；那是用横咧行的方式，朝行近路渡河，一定会身在危险之中。上救那是请啊，自我反省，谨慎家己的行为，就会得到好运。除了会当克服横渡大河的危险以外，伫未来也有其他的利益。我的职业会当讲，当大家对我有信任的时阵，会有真多要求，对别人要求甲期望，看会当比家己的代志搁较重要，会开真多时间甲精神去处理，用尽全力帮忙的态度来满足别人的期望，将来会得到相应的成果。最后，咱来看三礼仪第六爻阳爻的总结。上到处伫个上悬的位置，责任重大。伫危险的时阵，知影爱谨慎，透过行动来改变家己的处境，因为有其他的势力来支持，最终会成功得到吉祥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，投资求财必得利。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共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成。三种说卦节目号持账号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欢迎回来三种说卦，今天我们来讲的是夫人清净供养的故事。很久以前有一个出家人到城来化缘，但是因为城主的命令，没人敢拿食物来供养出家人。就伫个出家人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阵，一个年岁较大的妇人人，穿一件洗甲非常旧的衫，手内面搁捧着一碗臭酸的食物，为一个有钱人引导的后壁门行出来。妇人原本是准备要偷偷啊立起来，将一碗饭甲吃掉，但是妇人看到出家人庄严的面容甲仪态。忽然间，心内感觉非常的平静和感动。伊看到出家人的钵内面，什么都拢无。忽然人心肝内伫咧想，看这位出家人有这样那慈悲的面相，伊一定唔是一个普通人。那安尼，伊食的嘛一定唔是普通的食物食得。不过，伊竟然愿意出来化缘，就代表伊是一位真正有修行。有好德行的出家人，妇人对这位出家人充满敬仰之心。伊我人啊，希望家己有能力会当来敬仰伊。伊非常艰苦，会对出家人讲：“这位师父啊，虽然这碗饭伫真侪人的目睭内是一碗粪扫，但是这是我即马现在唯一会当摕出来上盖好的物件。”那是师父，你无气嫌，就请你收起来吧。出家人不但看会到，嘛感受会到夫人的诚心甲清净心，所以伊收落来。出家人对迄位夫人双手合掌，甲伊道谢，然后有真侪五彩的光芒就出现伫将夫人人甲包围，就伫。光芒要消失的时阵，妇人人听着出家人的声音，甲伊讲：因为你的清净布施，所以未来你会当到极乐世界去享福，绝对袂落入去恶道。希望你未来会当好好啊修行，累积搁较侪福德。这个故事讲讲，不管你的出身如何，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，愿意尽家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。去布施，安尼就当得到身体甲心灵上的安乐，而且也是为未来的家己累积福报。
在装六亲之前，我们要先学会装地支。装地支的原则很简单，就是阳卦装阳地支，阴卦装阴地支。阳卦为乾、震、坎、艮，阴卦为坤、兑、离、巽，阳地支为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，阴地支为丑、卯、巳、未、酉、亥。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在装阳地支的时候，要从顺时针的方向，因为子是乾阳之势，所以要照着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这样的顺序来装。但是在装阴地支的时候，因为未是坤阴之势，所以要从逆时针的方向照着未、巳、卯、丑、亥、酉的顺序来装。从初爻开始，顺序由下往上，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。我们说过，十二地支有各自代表的五行。从右下角顺时钟来看，亥子为水，寅卯为木，巳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剩下的丑、辰、未、戌都为土。每一个宫守卦也都有自己的五行属性，乾、兑属金，震、巽属木，坎属水，离属火，艮、坤属土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爻的地支跟五行之后，就可以来装六亲了。以宫守卦的五行为我，再下去推算，生我者父母，我生者子孙，克我者官鬼，我克者妻财，同我者兄弟。五行的相生相克为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举例来说，例一，从天风姤的卦象上来看，天同、人同、地不同，判断是应的口诀说，地同四势，地变初，所以天风姤的势爻在初爻，应爻在第四爻，因为势爻在初爻的位置，所以它的宫守卦就是乾卦。乾属金，天风姤下卦为巽，所以初爻到三爻的地支五行分别是丑土、亥水跟酉金，上卦为乾，所以四爻到六爻分别是午火、申金和戌土。接着是六亲的部分，乾属金为我，由下往上，从初爻开始，土生金，生我者父母，金生水，我生者子孙，同我者兄弟，火克金，克我者官鬼。五爻的位置也是金，同我者兄弟。最后的六爻是戌土，土生金，生我者父母。按照上述的步骤，就能够完成装地支和装六亲了。不如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卦，会当有非常多的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今仔日，咱就要继续来介绍三个字的五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震威的，上卦是巽威风的风雷易卦，以及六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震威的。上卦是坤为地的地雷副卦，这两种卦象分别特用在各种问题的分析。首先，咱先来看财运和投资的问题。在五爻父母当的时阵，子嗣的父母当智慧子孙，
属兔的车在处气势，代表你最近的财运无理想，千万唔通随便进行投资。但是只要你有提早做好规划，甲做功课，清楚了解你想要投资的项目是虾米的话，你也是会当得利的，会当赚到一点仔钱。在人后兄弟当的时阵，银幕的兄弟当幽金的官鬼回头客，官鬼客兄弟金客幕，代表你的财运在春天的时阵是不好，建议你最好是等秋天的时阵再来进行投资，对你才会比较较有利。过来是三个以五牛当以及六牛当关于感情的问题来解说。针对还未结婚的男性，在五牛主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的时阵，若是你最近有计划要结婚的话，建议你会当选择九月份，安尼对你的婚姻才会当顺利成功。在人后阴谋的兄弟当有金的官贵回头客的时阵，官贵客兄弟在后起势，表示你感情路上的阻碍不过是一时的，所以你唔免伤过失志。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圆满的，你会当得到一段好姻缘。对于已经结婚的男性来讲，第三个以五牛主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变成风雷雨的时阵，细牛坐属兔的车载，表示恁夫妻婚姻非常的稳定。但是因为父母当克子孙，所以恁翁仔某想要爱有囡仔，恐惊爱去争一段时间。毕竟父母甲囡仔之间嘛是爱讲缘分，袂当强求的。第三个以人牛兄弟当变地雷虎的时阵，挂化六合阴谋的兄弟当有金的官贵，官贵克兄弟，代表你甲你的太太最近的因为家内经济的压力伤过重，造成夫妻之间的感情有不利的不好的状况。但是只要恁会当好好来参详，共同来面对的问题，来面对问题，慢慢啊，状况就会改善啊，会愈来愈好。针对还未结婚的女性，在五牛父母当的时阵，咱来看这张图。主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，夫妻服从在新土的车载之下，表示你目前的男朋友已经另外有交往的对象了。您若是想要结婚，恐怕是一件难事，而且这段婚姻未来也无法度维持足久。在人后阴谋的兄弟当有金官贵回头客的时阵，金克木属土的车载气势，表示属于你的好姻缘还未到，暂时并无结婚的可能。对已经结婚的女性来讲，在五牛主水父母当的时阵，咱来看这张图。父母当子孙在牛起势，代表你的先生本身就有一个当酒色的查甫人，而且伊目前已经有婚外情的几率真高，最后这段婚姻有可能会走向离婚的地步。在人牛兄弟当官贵的时阵，官贵克兄弟金克木，代表你的先生有发生婚外情的状况啦。三个以这个卦内面有两个车财，车财代表的就是女性，也就是讲你的婚姻恐惊会出现两个女性共同服侍一个翁，互相高高低，散嘛无愿意先放弃的状况。健康的部分，在五牛主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的时阵，代表原本你的身体真健康，无病无痛。不过因为你最近伤过操劳啊，所以才会感觉身体有淡薄啊无爽快。这无什么大问题，只要你加休困，就会当改善啊。在人后阴谋的兄弟当有金官贵回头客，官贵克兄弟金克木，表示你爱特别注意头部血路的循环，因为头部的循环若无好，就会引起头晕、甲头痛的症状，也无一定是讲因为安尼头痛是甲倒房有关系。倒房的意思就是讲，恁家有查甫人的长辈还袂传宗接代倒来过身，因为这位长辈无后代会当来祭拜，难免就会影响到其他后代子孙，为着要避免灾难。建议也是赶紧处理这个事。学业方面，在五牛父母当的时阵，子女的父母当聚会
子孙属兔的车载趋势，代表你本身的对学习一点仔兴趣都拢无，自然就无法度伫学业上有大成就啊。伫六爻兄弟当的时阵，寅木的兄弟当酉金的官贵，官贵克兄弟，俗语话咧讲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真大。你的成绩退步，是因为你无交对的朋友，受到歹朋友影响，你才无将心思放伫学习上。建议你爱减少一寡佚佗的时间，加交一寡对你学习上有帮助的朋友，安尼对你的成绩才会进步。工作方面，在五爻子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的时阵，代表你最近的工作真无闲，甚至乎你有负担。但是工作重也代表薪水多，表示公司有看到你的好表现，所以会乎你较好的待遇。在六爻寅木的兄弟当的时阵，兄弟当官贵回头客，金克木，表示你目前工作环境不是真理想，有时到同事严重欺负的情形，或者是被同事暗中来陷害，造成工作上无应该出现的失误。官司方面，在三礼仪五爻父母当子孙变成风礼仪的时阵，代表对方提出来的证据理由无够充分，所以最后你会当得到胜诉的可能性真大。第三个以人熬阴谋的兄弟，当有金官贵回头客的时阵，变成地雷虎，挂化六合官贵庆兄弟，表示以目前的情势来甲看，正人的证书对你真不利。但是这场官司暂时也未结束，会搁再诉讼一段时间。再来是公司经营方面的解说。第五熬子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的时阵，细熬者出头的车载，虽然恁公司目前是有赚钱的状况，但是实际上恁的订单的数量已经有愈来愈少啊。建议你要想办法赶紧改进才会使。在六熬兄弟当的时阵，寅木的兄弟当酉金的官贵，官贵克兄弟，表示真紧恁公司了钱的状况就要结束啊，已经往好的方向来发展，开始要赚钱啊。借钱和贷款的方面，在五爻父母当的时候，子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在爻趋势，代表你要提早准备好你的抵押品，这样你的贷款申请才会顺利来通过。在六爻寅木的兄弟当酉金官贵的时候，官贵克兄弟金克木，代表你贷款失败借不到钱的可能性非常的大。最后是用财和阴财的部分。用财方面，在五爻子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的时候，表示这间厝的财气本来就真旺啊，但是现在有渐渐在衰败的现象。但是你也不用太紧张，目前你住在这里也是可以得到平安的。投资房地产方面，在五爻父母当子孙属土的车财趋势，代表房价落价的情形已经特别停止了，有愈来愈稳定的情形。大概在明年的夏天，这间厝的介绍就会开始起价啊。在六爻寅木的兄弟当酉金官贵回头客的时阵，官贵克兄弟，代表这间厝目前的财气不是真理想，对你的财运不利。但是只要请专业人士来帮你调整恁家的地理布置，这间厝就会当变成一间吉宅啊。投资房地产的部分，六爻兄弟当官贵金克木，表示这间厝的房价已经落价上低点啊，马上就开始要起价啊。阴宅方面，在五爻子水的父母当聚会子孙的时阵，表示恁家祖坟的气温特别由好变歹啊。这对人丁来讲相当的不利。在六爻寅木的官贵当酉金的官贵回头客的时阵，兄弟克官贵，表示恁家祖坟的附近有水口未打的现象，建议你请专业人士到现场来整修一下，安尼才会当变成一个对后代子孙的财运也有祖先的贡献，拢真有利的好风水。
以上就是三个字五牛冬变成风雷雨的歌，以及六牛冬变成地雷虎的歌，为大家做一解说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走入逆境的世界，了解歌的运用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